看哈，啊，要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热情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开翻天，好不好？好哦。那刚刚呢，我有说冰冰姐是我为细汉看伊到大汉对吧？起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个歌手，嘛是为细汉到大汉，不过是让看伊为细汉到大汉。为细汉就开始参加比赛，唱唱就好听就好听，起码变天王级的歌手。大家知道是谁吗？我们要介绍谁？谁？谁？对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阿芒吴兆邦，掌声鼓励。谢谢，掌声好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。掌声越多，等一下小礼物会送越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春好听，谢谢。晚上好，谢谢，感谢，都来
继续出道第一集，赵邦加入南豪金唱片，第一张的专辑哦，当然也要象征着我们都要出头天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但是大家呢都我们真的都非常团结哦，所以来继续来安排着这主曲，主曲里面有几个首歌，希望也要送给咱在座的很多很多好朋友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，一样哦，掌声越多礼物送越多，好不好？麻烦老师了，谢谢。里面的歌曲都是蛮经典的，然后也是赵邦精心安排的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。准备要发小礼物了。
请大家拭目以待，谢谢。发小礼物啊！阿邦现在没发小礼物对不？是的。好，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哈，待会呢发小礼物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移动，就坐在椅子上，我们工作人员会去发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今天站起来太激动，好，太热情，快点阿邦太热情，现在体温超过37.5，我也可以挂出去了，好吧 ？APP 了对吧？对 APP 哦哈，所以大概这类的，或者工作人员会过去发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带这一首《南方的月娘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一边听歌，一边等一下小礼物会有工作人员送给你们，希望可以九份情歌，点阅率冲冲冲。然后这一首《南方的月娘》，买单冲冲冲，谢谢。再发了，再发了礼物哈。阵阵海风吹冷冷，一对查甫两。换心情，你的背影愈行愈远，一片大山的影。难忘的日子，难忘的月亮，相识这路走出旧情。心情
分享给大家，来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也希望可以很快跟大家见面，谢谢。把节目交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，谢谢阿芳，多谢个人来的后，更加 Kiki 提礼物来，多谢，太热情了，多谢，哦，我刚刚站在旁边哦，听。